好像大部分女生来大姨妈的时候呢，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，那就是痛经。就好像我的这个小朋友给我的留言一样的，陈老师救命啊，痛经真的痛得不得了啊！明明中午都吃了布洛芬，这2个月呢就越来越不行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现在吃什么才能救我的狗命？我觉得吃布洛芬的话，你可以尝试在经前，就是月经快来之前的24小时就开始吃布洛芬，然后呢持续维持12小时服一粒，这样子的服用方式的话呢，会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另外的话，如果真的是痛得不得了的话呢，我建议你是要去医院里面检查一下，因为有可能它不是你想象的痛经那么的简单。还有可能会是其他的问题哦，科学弹性，关注我吧。